发工资啦！发工资吗？还是要请他吃顿饭噻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段时间摆摊，有个小姐妹在帮忙，有很多朋友都在好奇我们会不会给她发工资。其实我们的关系是亲上加亲，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哈，所以我们还是准备了一份工资，今天再请她吃一顿饭。这个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走。我那个表婶儿呢，上了26天，每天哈工作量也比较轻，就一两个小时，但是劳动报酬我们还是要给，确实也不容易。表哥一个人在外头哈工地上打工，他一个人全职带娃娃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马上下来。啊，准备好了，当你不能，你到屋来不得？我都到屋了，你待会出来就可以了。等楼下就好了嘛。嗯。走，今天请你吃烤鱼，辛苦了。没有，本来打算去吃烤鱼的，结果那边没开门哈，我们又重新选了一家。那你吃啥子？你点，你点嘛，你点嘛，你想吃啥子点噻。不用客气啊，今天。你好。那圈儿都问焦了，你咋没问我吃啥子？那我点看看。这是韩寒点的回锅肉，千万不要考虑省第二餐。怀孕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。只有怀了孕，体验过那种孕妇，她才晓得那种难受，别个体会不到这种。嗯，这是我怀两个亲身体验感受。不是，我看到怀娃的贴个大肚，尤其是贴个大肚子的人啊。我宁愿贴起，孕吐的时候是真的难受，跟说。你们两个小朋友，开饭了。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烤鱼上来了。快点吃，给鱼哥去烤好鱼。不要不好意思哈，想吃啥子就挑。我晓得，我不客气。哎，你们都慢慢吃哦，不着急哈，有的是时间，也没闲时间。来，这里有烤鱼。这个吃点的。哪个吃鱼头？高蛋白。你的体脂比还差点的嘛？还差点的了是吧？不啊，快点起身吃。俺吃完了，还是把重要的事情做了。这是你的上次帮我们的忙的报酬，还是给点？哦，对呀、啊。你怎么没说不要呢？他说为什么不要呢？就是啊，人家大方，人家在屋里带一个娃娃也不容易哈。你看了好多吗？你还看了好多吗？回去看哈。回去看，你不要当着我的面看哟，不然我特别生气。